我今天穿的就是星际神秘黑。哇，好神秘哦！而且这个配你的乳头颜色刚刚好。不好意思，你不是传说中的小咖啡吗？我是杏色。把我台词都说光了。我想说秋叶放没了，老公太久没碰。你这老公一打开太空天气蓝呐。现在这个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少文，欢迎秋叶跟 Grace 来啦！耶、yeah! ！今天太爽了！要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前面还是后面？哎呦，我们是按照体重排序，关少文、秋叶、Grace。放错了，我现在比较瘦，你先讲。今天是三人的首度同台，因为有非常多网友不断的在敲碗这件事情，我就一直想说，三个人要同台，一定要是叶佩。谁干嘛好好说明一下、啊、我觉得应该是只有 Sluggy 可以请到我们来吧，这是一定要的啦，毕竟他是 Infinity 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真的说你们都帮我念完了，这就是太棒了，你们今天就帮我念完你们就可以离开了。好，天哪，因为两位其实平常在机场上班对不对，你们平常对重量是很有感觉的吧，像你每天遇到最重的是什么、啊、我今天搬很多行李啊，我觉得我拿起来极限是大概25。哎、欸，你问我你最重的是什么？我搬运的是大家的梦想，这是一个无形的感觉。所以大家的梦想比你老公还重，这是一定的。我老公跟你老公最近的重量有点超越大家的梦想了。对，有一点，他已经吃了点好东西。好，所以就是看来两位对重量都是非常有概念的。这是一定。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算是盲测重量大考验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应该会。一人信心喊话一下，你先来。因为每次想搬这么多行李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赢吧。我跟你讲，我因为赢他，因为他都有在上班，都是我在上班，好请假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今天就是我们第一届的 Sluggy 测重大赛。如果说获得冠军的人，可以获得这个德国内衣品牌 Sluggy 提供的万元购物金。万元购物金，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个，你可以买到10000元，可以买到非常多件哦。Yes， 空气内衣。好，那因为本身我是号称幽默的度量衡，然后所以今天我们拿出这个七彩帆船的部分，你们看一下重量的度量衡，你们有没有概念？然后等下我们就是以这个七彩帆船当作是重量的度量衡，然后大概几克？你觉得？大概10.8，大概是9啊，11.3左右。我下一次比较近 ，OK。孩子啊，有一点点手，常常会有点妈妈的手。好，第一关，这个是地勤上班必备的美丽化妆包，是我的口红啊，粉饼啊。腮红啊，这是什么口红啊？这是什么？眼影，谁会上班补眼影啊？我会，我真的会。你真的好，那请问你觉得这样它大概多重？3、2、1，请翻牌。不好意思，笨鸡先给他，请问点五怎么量？一点下去吃就得了。对啊，拿原始点，我们是以番茄颗数哎。我要去哪？有这个差别啊？点五是去地的。对啊、okay ，我记得他这个本身先贴笨的，是、啊、我们的单位是番茄，搞什么、啊？来点五、啊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有多重啊？好的，你的化妆包很重，还不到哎、欸。算重的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现在10颗了。好，最后一颗。Grace 获得了第一关的冠军。Yeah！ 好，第二个是地勤上班必备的，算是这个。这个经纬一看就知道是航空之人。因为还有经纬梳才好梳，但是这个颜色太熟悉，不能买黑的吗？这是木质感，好不好？这人家 CP 值超高。反正里面就是有一些小花夹啦，然后呢，这是什么避孕药？地勤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止痛药。然后这包地勤上班必备小包，大概是几颗有机番茄的重量呢？我觉得，请坐。答要拿拿看吗？好，我拿一下。请翻牌。9颗吧，我觉得差不多、啊。其实你们很接近耶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几颗、喔。可是我平常吃的番茄比较小颗吧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好像要再笨第二次了啦。我可以送你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近耶、yeah! 把半贴上去了，等好，第三关也是你们平常最近比较常用的，好像做好，怎么了吗？奇怪，我怎么连输两场？加油！他离我们的德国内衣的万元购物金越来越近喽，现在要连赢两场才行。好，这个是你们最近上班比较常用到的，这个是随身可以消毒的酒精，是的，然后卫生纸，是，还有呢，今天限量的口罩吗？我刚才以为你们口罩，我上班发钱呢，这一代现在比万元购物金还值钱，我跟你讲。
好，我你就很先偷偷告诉我，我有感觉。来来来，我没感觉，我有感觉。Nothing。秋叶就是对重量比较没感觉，才会一路发胖到现在。你把话说清楚啦。三二一，你们两个答案居然都是英雄所见略同。不好意思，那这样我要不要猜一个不一样？我们要不要重新录？我就你要不要猜一个不一样的，说不定会赢哦。说的也是有道理哦。那我就为什么不是他会是我？我不要改，我不要改，你不改，我不改。好，三点八哦，好，准备好喽。不好量哦，正在玩十点半哎，不小心撞爆爆了，是啦，爆了啦，爆还没，还可以再一颗，我碰你，五接近吧。谁叫我的笨在哪儿？心收下。重点是已经几百年没玩过十点半的游戏，你好像老人呢。十点半是什么？因为教孩子十点半玩大老二。我们已经很久没玩十点半了。就是寓教寓乐啊，还是要有教学感的。第四题，第四题，高级的口红，那就在我们上班都会有点补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我学姐，红唇著称。你用过的口红比她吃过的饭还多嘞。没有那么老，不好意思。因为你的唇很多啦，好，准备好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请问你们来看一下，要不要拿一下看这个大概多重？请翻牌，来，3.6，好，是不是意思就是走错路？两颗，三颗，快了，快了，再一个应该差不多，四颗，我们自己有哎，人问了三次之后，镜头转开了吗？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啦，你还是有笨的时候啦。有笨是更好哎，笨有镜头。第五关，噔噔噔噔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德国内衣品牌。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怎么了吗？有问题很大，没有很多很多怎么了？好，那你们拿拿看，这大概重量大概多少呢？好轻哦，基本上是没什么感觉。传说中的空气内衣，超轻的，非常非常不是啦，真的轻哎。好，空气内衣到底多轻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请翻牌，我们要准备放上去咯。好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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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。刚刚好三颗。我的镜头在哪里？我怎么会有镜头啊？好，学姐，很聪明哦。所以今天获得万元购物金的人，其实还是 Grace。耶！可是你是比较懂 Sluggy 的人呢。对，我其实是后面是懂 Sluggy。对，他只是获得万元购物金，可是他得罪了 Sluggy。其实不得不说，你们两个今天身上穿的都是 Sluggy， 对不对？没错。我看，其实我内裤也是，可是我怕你们没有。可以看一下吗？今天有。不是，因为我内裤也是没什么那种重力的。好，不要了。那你今天穿的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像没穿内衣的感觉。可是你会觉得它包覆性很强，就觉得很有安全感，它就把你整个包起来的感觉。你有上班穿过吗？有哎，我上班有穿过，而且你在搬东西的时候不会就是乱跑，不会跟穿长。哦，那个很讨厌，那个很讨厌。就是要这样子翘，你时不时去翘奶，那个都不用。或是有些钢圈跑掉，那种更烦。对，钢圈直接跑到上面。而且其实你们看我就知道，我今天穿的就是星际神秘黑。哇，好神秘哦！而且这个配你的乳头颜色刚刚好。不好意思，你不是传说中的小咖啡吗？我是杏色，那是永恒粉嫩肤。哦，我以为你是太空天气蓝呢。把我台词都说光了。因为我想说秋叶放没了，老公太久没碰。你这老公一打开太空天气蓝呐。是吗？现在这个样子。坐下。好不好？微透也 OK。这就是传说中一体成型，穿起来是有非常有稳定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其实不会一直乱跑，而且我刚这样跑都没有跑掉。他刚刚拿我，我也都没跑。好，你们手上拿的就是传说中的三种颜色，对不对？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星际神秘黑，就是我们现在身上穿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叫做永恒粉嫩肤。哎，其实你也意外，它没有真的到你想的很肉色的感觉，它颜色很好看，它其实真的是很粉嫩的哦。然后旁边这个就是。太空天际蓝，超少女的颜色。它全部都有一整套的吗？有内裤。为什么要想？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刚才其实看内裤也蛮想带回家，因为我发现它是无痕的。是。上班真的很需要穿无痕内裤。我们制服一弯下，我一定要穿无痕内裤啊！一定要穿。我刚刚就在想说，我有没有内裤啊？我就在想这件事情。没有的话，我要把它带回家，直接带回家。可是你没有万元购物金，只有他有吧？我送你，我送你。哎，可是不得不说，老公或男友看到你穿这样一整套，有没有加分？应该有的吧？这个颜色这么粉嫩又可爱，而且老公一摸就知道，哇，这是鞋垫床垫的材质哦。
老公还说哇，三只火球一体成型啊！老公一摸哇 ，Sluggy， 我的老婆好有质感哦！今天就帮你慢慢脱掉它。我这扣子超好解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就跟你讲，男生们也可以直接买起来，因为叫女朋友老婆穿的时候特别好解。对，非常的简单，整套买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 Cherry 跟 Grace 来到这边，只能说今天影片是非常成功啦。当然啦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两位合体到这里。一定要，好不好？如果说留言破200了，好不好？秋叶你来出个题啊，上次秋叶一放话说留言说我不像妈妈，留言整个爆，来你来来，告诉我你们喜欢什么样的颜色，好不好？最好搭配，就男生就说我都喜欢黑。谢谢 Cherry 跟 Grace。如果说你们喜欢这篇，记得要订我的频道，还把铃铛打开，快去。不好意思。好，先谢谢两位。如果说你们喜欢这篇，记得要订我的频道，还把铃铛打开，快去。其实有讲错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 Cherry。一直讲错。好，来，你睫毛都竖起来了，你真的是。好了，反正今天上次非常顺利的结束了，我们的 Andy 已经录了10遍了，因为我一直讲错话。谢谢大家，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要订我的频道，还把铃铛打开来，快去试穿一下 Slug 内衣吧。没错，加油加油 ，Go Go！ 拜拜。